不止10米吧，太吓人了这个。恐怖吗？你们觉得？太恐怖了。哦，我这个第二趟也太害怕了。哪位姐姐先试？我跟你先试。我吗？对。我先过一会儿。好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姐，要不我先试吧。好，你先，你先，你先。啊，我们要准备往直线式走路。慢慢走。准备5、6、7、8。走走走，身体往前，我来了吗？头晕，好，可以走了。走，再往前，腿伸直是吧？好，松手。好，往前走的时候，对，力量往前放。对，哇！我跟你说，最难是下去这一层。哦，斜坡那个肯定难呀，这哪个女孩都很难呀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 哦，小心，尾椎！哎哎哎哎，不要歪啊！哎呦哎呦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裤子破了，也太久了。啊！谢谢你，K老师。这样绑住腰。啊，K老师好绅士哦。啊！ 你知道我害羞哦，我就受不了帅哥。我告诉你，斜坡舞蹈演出前或彩排前2-3天才能打好，时间也很紧，而且比最后一天才过来学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挺担心的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我要从这里上去找他吗？开心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压力可能就是斜坡那儿吧，会更有难度一些呗。哦，那我牵着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 来，这样吗？对，哎，好 ，sorry。 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蹲起，哎哎哎，一直肚子绷着劲儿的，你感觉到没有？嗯。再从远一点。好累哦哈。他都出汗了，我昨天没怎么睡，他没睡，饭也没好好吃。 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，再来一起跑啊！5、6、7，到。因为我是这2天我才加入的，练习的时间比他们要少很多，希望可以很快跟上脚步吧。对，上次是跳舞，这一次是军训啊。朋友觉得我们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之。谁是真正男子汉？